隔一年回到香港进行回到那一天巡回演唱会，不过却遇上大暴雨，舞台 LED 球体荧幕还突然起火的意外。阿信也特别发文道歉慰问粉丝，四月三十日的首场也遇上暴雨搅局，最后只好紧急加开线上安口场，真的是好事多磨啊。就像是桌上一个盘沙棋，恋爱 ING 改变 ING 改变了黄昏，黎明有你的心跳到不行，黄昏黎明整个都恋爱 ING。 周杰伦，你知道我们也有一个彩虹吗？我刚才是因为看到你的彩虹，我想说前几天都下雨，那今天就来一个彩虹，下那个啦，下什么啦？下那个啦，下什么啦？不要欺负我们，我们是五月天，好不好？带来的是张惠妹的彩虹，可以唱我们的吗？不行，接下来张惠妹彩虹唱完，我唱动力火车的彩虹。就是不唱杰伦的彩虹，也不唱我们的彩虹。你的爱就像彩虹，雨后的天空绚烂却叫人迷惑，蓝绿黄红，你的爱就像彩虹，我张开了手，却只能抱住风。这是声音版的彩虹。我有一段歌词，我没有声音吗？还有一段歌词不进声音。不是啊，因为后面我想说，我不知道你要不要接着唱啊，你也没有接着唱，我只好就声音。对，我的默契有一点问题。当默契有问题，不知道话该怎么接的时候，就用声音来代替。等一下，我们所有的，等一下所有的。哇塞，我们团员们。团员们，忽然大家都很会呻吟啊！突然大家在台上都是一个。Baby， 我的我最后的倔强，我装作绝对不放下一站，谁不是天堂？就算失望，不能绝望。我和我骄傲的倔强，我在过往中大声的唱，这一次。就这一次，让我当声响，我和我最后的倔强，握紧双手，绝对不放下一站，幸福是天堂，就算失望。